磁铁吗？那是没有磁铁啊，魔术啊！前方，我操！不是怎么丢出去啊！我去，啊，又被屠了。哎呀，贼烦！这你都要秒救啊？什么怪东西啊，大哥！那是新的他的鞋了。他躲不扔，救不到了。我就不信你起来能直接把他捞走。
挂了吧。好像是那个针肯定没耐久了，摸不好自己。他想偷。被阿飞了，他在海边。我以为他要吸，他不按套路出牌。哇，你这把你们怎么打呀？红教堂。哇，你们一个比一个强哎，这里都敢翻的。又来一个。这个人会被摇下来呀、啊！
又来刷了这个人。逃散了，这怎么玩呢？他在推墙。算了，反正他治疗不好。直走吧，不往那边走了。魔术。好像是都是用人攻击喽。这么快就偷吗？真实的一匹。Oh!
前锋点的。快找到我真的挺快的。吸的头皮发麻的，给他封了，跑掉了。啊！没去找，好像是在附近啊。好，掉了。
才刚刚修完，差很多。他并没有走。斩他跑了，跟大家说欧了的话，这个人跑不掉了，必掉在这。过桥了。给力了一局，那他们应该崩了，应该跑完了。
我奇了怪了，这么近你刚才没吸，隔这么远你就开始吸了。他叛逆也有点问题啊。难不成这个磁铁的主动权是在他手上吗？往那穿到，我操！那就厉害了。有了，那下次更好打了。传错电机了，那传中路电去了。卖的给了14分，真是。
哎呀，nice！你这个磁铁玩的是真的好啊，直接把队友弹飞了。加破译速度倒还好，最主要是我开局没抓对人，整局就崩了。你看看，你看我开局碰个前锋，然后现在如果是 GS 的话，已经飞起来。
没球了，一直没治愈了。 没治愈了，他没治愈也得血药，我这边没张狂，放大走他就不好了。哎呀，我去！ 挂了，没椅子了，要挂了要花好久时间，不如打手上去。 时候好容易被蛇啊！啊，嗯。
先知应该叼着鸟出来了。这边是谁？机械。自己下来，就别想上了。可以，他已经赶到了。娃娃这是半的修，塔马会肯定在修起点，然后前锋就过来了。刚刚点完电机的人回头回去守一下。死就那还剩一台完整的，救不到。死救了就完了。换人装。
肯定没球了。 怀表，你叫在这。 在看门。 贴脸打还算不认呢。 满屏是娃娃。 哟，这魔术师倒的可真好啊，倒的够这么地方。